由北大特区联合策进会举办嘉禾有线电视独家赞助的第三届北大音乐飨宴，在台北大学的国际会议厅登场了。那么现场真的是座无虚席，音乐家们的演出获得了满堂彩，最后的民歌串场更是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唱和，为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由新北市北大特区联合策进会嘉禾有线电视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北大风华音乐飨宴，在台北大学国际会议厅登场。东森太鼓队带来的风鼓齐扬、磅礴的鼓声，宣告今年的音乐会将会掌声不断。北大特区联合策进会理事长陈怡景表示，看到现场坐了满满的民众，是对策进会和演出者最大的肯定。棒，最优秀的乡亲们，大家好，很开心哦，大家拨空来现场看看这个现场直接的这个表演哈、哦，比看电视更过瘾。那希望大家呢今天有美好的夜晚。那刚刚那个美丽的主持人问我说，如果破三的话怎么办？明年要继续赞助啊，是不是董事长？啊，明年继续赞助我们办更好的音乐会啊，大家见证了哈。OK， 谢谢。嘉禾有线电视公司董事长陈焕鹏表示，第三年参加北大音乐会的活动，感受到北大特区的音乐人文素养，也借由这场音乐会，可以提前和大家欢度中秋佳节。那很高兴的话，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是什么呢？最重要的话是今天。所有参与的这个应该一个活动的话能够圆满哦，顺利的进行，然后完美的演出的话，其实幕后的话有很多的工程这样子。那尤其是我们这个策进会的执行长理事长，还有我知道的话，我们大学风里的王主委也参与的很多，还有很多很多的干部这样子。那最重要的话是我们现在所有参与的表演的工作者哦，还有音乐人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不是给他们掌声感谢一下，谢谢。然后在祝大家在中秋佳节的这个前期的话，祝大家这个中秋佳节愉快，那阖家平安，家和万事兴，谢谢大家，谢谢。王绿雅老师用古筝弹奏秋夜思，特别的音响效果营造出空谷回声，引人在秋夜的万千感触。黄海明老师的爵士吉他即兴演奏，让人仿佛漫步在威尼斯的街道，享受慵懒的时光。徐慕慈老师邀请跨界艺术家，以月亮为主题，带来了一出今夜拾起一件霓裳羽衣的音乐剧，和北大民众一起共享中秋佳节。音乐会最后还特别安排了一段民歌串唱，让台下观众跟着一起唱和，每个人都是音乐会的表演者，气氛嗨到最高点，也让第三届北大风华音乐飨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中嘉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道。